呦，你有在认真打扫吗？你以为这是玩玩啊？下个礼拜就要过农历新年啊，还不快点打扫干净，还在这边唱歌跳舞。我喜欢吗？开心就好啦。开心。这个礼拜哦，你跟我待在家里哦，做完整个 decoration。哪里可以这样子的？我不要布置家里，爸爸都不在这样多年了，还布置什么？要开心，我几时见过这把钥匙嘞？顺便呢，你去后面的 store room 把那个环保箱拿出来。哎，奇怪，上面写着开心，这把钥匙。幸福的门，难道他可以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？这把钥匙真的可以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。爸，很闷呢，为什么我们不干脆去旅行算了？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一起做一样的东西？李亚，来，坐下来。爸爸跟你讲个故事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其实是我们家以前大门前的钥匙。其实啊，当年我们才刚搬进来的时候，妈咪抱着你啊，你还是那么小。你在这里学走的第一步路，学讲的第一句话，全都是我们的美好的回忆，全都是发生在这间屋子。现在爸爸将这只幸福的钥匙交给你保管，希望你以后也会找到你自己的幸福，好吧？也不是一个旧门的旧锁匙而已。来来来，我们拍一张照来。你啊，怎么你没有笑的？跟我讲，怎么你没有笑的？笑笑，笑笑呢？你笑给给我看呢？来，你笑一个呢？妈，妈，我现在才知道最幸福的就是和你在家一起。你记得，真的还记得？不如我们今
天就开始新年的布置，就好像爸爸还在这样子。我很想念你爸爸，真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去把装饰品拿出来，走。等一下，我们拍一张照先。好。Thank you.